Message 3 is on the speaking of the Lord Jesus concerning his subject. Because we will have before us several verses that record the Lord's speaking directly, personally, regarding his coming, his parousia. 他们记录了主直接的说话。And of course, as so many, 是他亲自的说到他的来临，就是他的巴路西亚。当然，根据新约圣经的许多部分，也需要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解释。而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借着时代的指示，他时代的意向，我们可以有正确的认识。在我进入纲目之前，我想提醒你们的注意，特别主在路加福音中两段的话，是说到关于被提，这另外的信徒的为着预备题的预备，无论那个备题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这肯定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在我开始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之前，我愿意指出这一点。那里作为得胜者被提，是与我们如何过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这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着主丧失自己的魂生命，为着主的缘故，并且为着福音的缘故。这不是说我们实行那个禁欲主义，我们剥夺自己的吃的东西，这意思我们不像那些不情不见的人那样生活，他们沉迷于这个魂的快乐，尽可能避免受苦。相反，我们要预备好，并且愿意跟随主走他的路，不论我们的魂要付多少代价，也需要遵循他的旨意。我们需要将我们的魂摆在一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些世上魂生命的人是否认他们魂的快乐，为着要与主是一，跟随主。这些人将会成为进到主人快乐的得胜者，他们将在千年国中拯救自己的魂，他们将得到最高的享受。因此，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跟二十一章，路加记载了一些从主来非常有用的内容。我愿意把它读一下，然后简单评论一下十七章二十六至三十六节。So will it be also in the days of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毁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吃喝买卖，栽种盖造，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毁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In that day, he will be on the housetop with goods in the house. 人在房顶上，器皿在屋子里，不要下来拿。Let him not turn back to the things behind. 在田地里的，也照样不要回去。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存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丧失魂生命的，必使魂生命得以存活。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出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一处推磨，要取出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出一个，撇下一个。主在这里描述他来临时世界的文化的情况。世界上不敬虔的人将如何过着尽可能多的享受和尽可能多的享受，没有想到神的意愿、神的旨意，他们正在尽可能的喂养自己的魂生命。在美国，有这么多年轻富裕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说：“哦，我做的这些了，我想要更多，我要享受一些不同的东西。”这张表明这个时代，就是像挪亚的日子，直到罗德的意思一样。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所说的爱慕主显现之人的话。然后他就提到迪马贪爱先进的世代离弃了他。没有一个爱先进世代的基督徒会成为出熟的果子被提。然后主的讲的话也将这个世上所有这种愚蠢放纵的生活联系起来，他将这种生活与所有物质的事物联系起来，他帮助我们了解一个非常关键的事物，就是我们需要各种的事物来过为人生活。我们需要衣服，我们需要交通工具。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需要电子产品。主说，如果你在屋顶，若有一些贵重的东西在你的屋子里，不要下去拿它们。你说，哦，我的平板，我的最喜欢的衣服，我最喜欢的领带。那无论这是什么东西，或者我们的结婚的照片的，不要回去拿。如果你在田间，也不要回去。那些被提的人是内在的，
你这些东西分别出来，不管你的车在哪里，不要回去取了。我在我家里有很多的书，在办公室里有很多的书，我不想回去取任何一本。我主要为有这些书，主要是为了研究来使用它们，但是我不想回去取任何一本，免得我留在大灾难中。然后主说，请记得罗德的妻子。为什么我们要记住呢？她出去跟她丈夫出去，那位天使只是他们出去，不要转身来回头看。但是他回头了，为什么他回头看呢？因为他依卵物这些东西，索多玛是在他心中。昨天我也说过，信徒们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而某些人被提，因为他内里已经预备好。当被提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不会发生任何神奇的东西，不会突然间我们生命就会成熟，或者瞬间变化，或者在一秒钟之内就叫我们能够完全成熟一样，不会。我们还是根据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琐事来决定到底我们能否被提。然后我们来到第21章。我们就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在21章 and then verses 34 through 36 and the Lord is speak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n he says 到36节当中讲到主讲到这个世界的情况，那些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你们要小心，恐怕要因嗜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你可能说这个对我没问题，因为我不喝酒的，并且我也不参加任何那种可怕的派对。好，我们继续吧。这个今生的忧虑、思虑，今生的思虑会使我们感到焦虑，而那日将会突然像网罗一样临到你身上。这里我们有一些人会为着经济的状况来焦虑，为着我们的健康焦虑，我们的焦虑这一件事那一件事，这些都会把我们留在这里。当被提那一瞬间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因着这些焦虑而没有反应。当主呼召的时候，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的反应。第35节说，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那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得胜，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因此我们这里有一个词，警醒警惕，
注意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目前在美国发生许多可怕、不法、破坏性的东西和可恨的东西，这是几乎不可能不去注意这些事。我们要周详的关切祷告来寻求主，但也许这些事可能得着解决，然后这个国家就回复他这个放纵自我的生活方式。我们仍然需要对世界的局势保持警醒，恳求祷告，使我们从其中得胜并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是什么？我们要逃避，逃避什么？逃避什么事？就是大灾难。我们不应该沉迷于这些事上。但主的话明确地表明，你需要祷告。主啊，拯救我，脱离试炼的时刻，拯救我脱离大灾难。我恳求你，我想逃避。但我必须得胜，我需要在属灵上得着加力，我需要战胜使我退缩的东西，使我能逃避，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第36节这一部分是对应启示录14章。在启示录14章中，我们知道出手果子被提到诸天之上，在那里他们站在神和基督的面前。这就是主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代将会越来越堕落，就像挪亚的时代，像罗德的时代一样。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我们需要内在的从我们所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分别出来，好使我们在那个时刻没有任何事来缠着我们。我们需要愿意丧失我们的魂生命，连同他的天然自私的享乐，使我们能够与主成为一，来服侍主，跟随主，遵行神的旨意，建造教会，照顾圣徒，倾倒我们全人，放弃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时间和一切，并且对这世代要警醒，保持警惕，不要让任何的事情使你焦虑。是的，我们需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但不要被他困住，给他困扰，给他霸占。我在主会部将近54年了，这里一直有一些亲爱的圣徒积极推销这种的什么的饮食，这一种的食物，这一种的保健计划，这一些的补充剂，这些的维生素。哦，你不要去看医生和不要去医院，你这样做就可以了，你那样做就可以了。这些人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也热心的传扬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们焦虑的。忧虑不能，也是不能使我们焦虑。我们应当祷告，主，拯救我脱离这个世代，脱离这个世代的终结。我们祷告就是为着逃避这些事。主特别说，我要在你的面前，在人子面前。
这个不是开头话，这个是第一部分实际的内容。那我们就来到下面有九段的经文，是记录了主耶稣说到他关于他再来的事。请记得我们用来临这一词，是因为我们把那个希腊文巴鲁西亚的翻译出来，那个意思，那个时机的意思还是同在，主的来临乃是他的同在。首先这个来临是从这是地上人们不能看见的、无法察觉的方式来到，然后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将会被显现出来。一点，闪电怎样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来临也要这样。这显明是可见的，对吗？闪电闪亮的照耀。第一点，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有两个方面，在隐藏的一面是与他警醒的信徒有关，而公开的一面是与不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关。第二点，闪电表征公开一面，这将发生在大灾难的后期。而贼的来临表征隐藏的一面，这将发生在大灾难之前。因此闪电照耀是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说到的主的公开的来临，他将与他的新妇军队一起来临。稍后我们会读到一节经文，我们将再深入探讨他的秘密的来临，他会像贼一样来临，来提取一些人。第三点，主的来临就像闪电般临及地，这标志着主的巴路西亚的结束，并还是主就像电一样。我们许多人都看过闪电，这种闪电是很吓人的。当主带着他的心腹军队来临的时候，整个地球都会被电击一样。第二大点，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如果靠我自己来阅读和研究，我将会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主为什么这样说，什么是尸首，那鹰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要聚在一起。看起来好像一个很令人五谷悚然的一个图画，但是这是主的说话，我们应该渴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第一点，鹰是指的是基督和他的得胜者，他们将如飞快的军队来临，与敌基督者及其军队征战，并在阿米吉顿大战中将他们毁灭。
基督和他的得胜者在他的显现的时候会像鹰一样在空中迅速的出现。这里主要的意思思想是鹰是指基督和得胜者。当然我要再加上这个，在哈米吉顿大战中将会有敌基督和伸言者和他的军队的失守，那我们将像鹰一样从空中迅速的出现。这些都是将要发生的事。当我与你们一起考虑这些事，我里面这样祷告，我几乎要有一个强烈的呼喊：主啊，我想成为其中一只鹰。那时我想和你以及得胜者一起在哈米吉顿大战。我相信新约所说的这些将发生的事，我们所知道的生活，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不会永无止境的继续下去。我们正接近这世代的结束。第三点，那时诸天的国好比十个童女带着他的灯出去迎接新郎。现在这节经文提到童女和他们的灯，但我们不会集中来看他这个灯和这个聪明的童女，因为他们的器皿有油，这是他们的灵被浸透，浸透他们的魂。我们想要看的这是新郎，这些童女要去迎接他们的新郎。第一点说，我们是童女，基督是要来的新郎。是的，我们从其他的信息中，在马太福音、生命读经，并且火度那一本书都知道，是关于有两类的童女，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在器皿里有油，那些就能够参加婚宴，那些不能参加。但是不要被你这些知识阻碍你去注意那个新妇与新郎会面那个美妙的事情。第二点，在圣经中有一对宇宙的夫妇，新郎和新妇，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基督将会是为着迎娶新妇而来的新郎。你们都知道国香节特会的第六篇信息是说到新妇的预备。我仰望主并祷告，希望那篇信息的纲目的每一部分每一方面为着预备的预备主的回来，来对我们是真实的，是活的，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紧张，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主啊，我想长大成熟，我需要被建造，我要预备婚宴的礼服，我需要成为你美丽配偶的一部分。主啊，建立我的信和爱。主啊，训练我们成为你军队中的一位战士。我们不应该这样就让主过去，我们应该是警醒的人，要保持警惕的人，要感谢主给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来建立我们的。第三点，神的掌权，神的国
与基督的婚礼有关。而基督的婚礼是神永远经纶完成的结果。在第一篇信使中，我强调这个时代是一个奥秘的时代。那第二篇信使中，那里就有一点说到我们该如何需要处于这个奥秘的时代中。奥秘中就是在基督身体奥秘的建造中。我们好，这里关于新妇的预备和基督的婚礼这一点，是与国度的管制有关的，这是神永远经纶的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考虑，要祷告，主啊，我祷告在背提来临之前我能够有份于这实现，就是在你永远经纶中的完成。我不想处于一种不完整不完全的情况，缺乏生命，缺乏对基督的经历和长大这种的情形中。我不常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我不想独立，我想参与神的经纶的完成。第一点说，在新约中神的经纶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和神圣的生命，为着基督取得一个新妇，就是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从为着基督得做一个新妇这个角度来看神的经纶。我们需要告诉主，主啊，我爱你。我们有一首美妙的诗歌140首，主啊，你是可爱的新郎，神所选立，我所爱。然后我们祷告，主啊，我想成为你新妇的一部分，你的配偶。我希望我的一生能够为着新妇预备做出贡献，使你得着他。第二点，历世纪以来，借着圣灵不断的工作，这一目标将在这世代结束时实现。当主讲这些话时，那是大约2000年前的那个世代的开始。那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世代的结束，那70个7的最后3年半当中，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我们正在接近那个时候。这实际上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发生了。那对于那些真正了解神经纶，并且真正了解父神想要他儿子预备一个妻子的人，我们都会知道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到底这个新妇是否已经预备好没有。那是启示录19章，新妇自己已经预备好了，这是7节到9节。然后之后在这一章的后半
主就是骑着白马的，他的心腹军队也是骑白马的，他要回来对付仇敌，要把国度带来。那第四大点，And coming on the clouds of heaven, okay? Coming on the clouds. 这是主在受那个审判，在受那个宗教领受审判时所说的话。从此之后，以后你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而来。He has been the Son of Man in the heavens. 在此之前，他会暗中的在云里来临。现在他是可来临是可见。第一点，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地上是人子。自从他复活以来，他一直是在天上的人子。他在驾云回来时，人是人子。他仍是人子，他是神的长子，具有神性和人性。他的心腹军队将会也是一个主持人。神人军队是人肉神，是第一个神人的复制，并且人子会来临，人必须要直接对付仇敌，而主将会是那位来临的人子。第二点，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并建立诸天的国，主必须成为一个人。没有人，神的旨意就无法在地上实行，诸天的国也无法在地上被建立。这一段和这些小点含示了，他们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他们含示或者指示我们确实需要认识主是人子。我们需要我们的人性需要成为耶稣那样的人性，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数字，数字。我们需要被他那带着神圣丰富的人性来构成。第五大点，现在其余的经节都是来自启示录。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里他是指得胜者，包括男和女。诚心，诚心不是公义的太阳，那是在马来基书提到的，那是指主公开的来临，就如太阳一样。但是在他隐秘的来临，他将会是晨星。那时候仍然是一片漆黑，这是接近黎明的时候。但对那些警醒的人，他们是醒的，他们保持警惕，一直看着，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晨星。当基督回来时，他会隐秘的做晨星。作为对他来临警醒的得胜者的掌力，对其他的人来说，他会是像太阳一样公开显现，就像马拉基书四章二节所说的。第一点，在国度里，主张会上太阳向他子的子民公开显现。在大灾难之前，
他将会像晨星施下的向他的得胜者显现。They are awake, alert, 那些看见他是诚信的人是什么？有什么特征呢？ So the two women were grinding. One was 我们说到他们的属灵的状况，他们内在的意识是清醒的，是警惕的和警醒的。The two men in the field, the same thing. 就如那两个女人在推磨，一个内在是被很多东西霸占，另外一个内在是警醒的、清醒的、警觉的。另外两个在田里的男人也是一样。现在请不要问那个同在一张床上的两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当他们一醒过来，警醒的人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因为他就是为着这个时刻这一来等候很久了。这个点就是重点是警醒，要保持警惕。但是我们不是，并不是要寻找外在的征兆，这什么随时敌机多这样那样。我们观察世界的实际的情况，但我们内在是警醒的。第二点，引用那个诗歌156首，是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且在这一点是说到他是光，亮光，主。主，你也是明亮晨星，做我警醒长想赏赐，照亮那些爱你的人之人，正当黑暗深时，求主使我爱慕你光，使我眼看眼光清明，警醒祷告，等候你来。If therefore, 犹如等候晨星， I will come as a thief. 多么美妙的一首诗歌！ You shall by no means, 我们不是经常唱它， 我们是用同样的调的388首同样的调来唱的。你知道，这是第六大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什么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主把自己比作一个贼，你看不到他，你听不到什么东西。他来的时候是来寻找一些珍贵的东西，宝、珍宝、金银、金钱等。这是世界上的贼所做的。主会来是为着他的得胜者而来。他说你要警醒啊，他是对整个撒迪教会所说的，是对着众地方教会所说的，也是对着撒迪所表征的宗教改革以后出来各个宗派说的。他们是不完全的跟正教，他们的恢复是不完全的。第一点，贼是在不知不觉的时间来偷贵重的东西。没有贼会发短信给你，对不起，我今天晚上11:27就来抢劫你了。不会，当然不会，刚好相反。主耶稣将作为贼隐藏隐秘的来到那些爱他的人那里，并将他们带走作为他的宝贝。难道这不会唤起我们向主有这样祷告吗？主，我要你来偷取我，使我成为宝贝的一部分。
主，当你作为宅来的时候，请你把我 娶去吧。我非常高兴，如果你把我偷走，我允许仇敌来把我具有，不让世界来控制我。我是属于你的，我爱你。我想与你面对面见面，我想成为你幸福的一部分，我想被提到宝座，我想从这个邪恶的时代中蒙拯救，我想看见你如晨星一样，主啊，来把我偷取。而主已经说了，他可能已经可能向我们表明，那么就让我来把你做成值得被偷取的了，要将你做成我的宝贝，让我将我的包罗万有的琐事做到你里面，使你成为宝贝，我就会将你偷走。你借着我的恩典来做成你那部分，你还有可以借着我复活的生命，我是在你里面，你就一直等候，警醒的等候诚心，然后你会感觉感到惊讶，你就会被偷走了，你就被提了，这不是很甜美的吗？这非常鼓励我们了。第二点，主耶稣将作为贼隐秘的来到那些爱他的人那里，并将他们带走作为他的宝贝。因为基督来偷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寻求成为宝贵的，值得在他隐秘的来临时被他偷取。这实在令人鼓舞。我不会在你周围评估你，我不会分析人，我不审判评判任何人，但有时你会感觉到这个亲爱的圣徒，这位年长的姊妹，他们正在成熟的弟兄，他们在人心里面，他们是越来越宝贝，他们是很好，他们也不意识到自己在越过越宝贝，这一直的鼓励我们。第四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一个够资格被主偷取的人，因此你不需要成为超级的英雄，你不一定要作为建立100处教会的人，也不需要成为一个有超10000个圣徒的长老，或者很多圣徒的一个教会中的长老，不需要一定有任何的职务，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特殊的地位，你只要照着神所看为正常的就行了。难怪尼托圣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正常，不是英雄，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就是正常。主啊，我只是想成为正常，让我做成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够资格被偷取。第五点，对于作为贼一般的主的来临，我们需要警醒、谨记、预备。警醒是为着那一刻，预备是歇及一个过程。你不会突然一下子就预备好，你可以回转就变成警醒，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就预备好，这需要时间。现在我们看第七、第八和第九大点，我们有主的说话，在每一节的经文中，他都说：“我必快来。”
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第八大点，启示录22章12节，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20章20节，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的时间掌握的不错，我还有大概十分钟，在我进入这个纲目最后的部分之前，我有一些东西是在我心里和我的灵里想跟你们分享。就像一位服事主和你们，并且关心你们的一位弟兄，在前面我已经提过了，有一些非常有精力忠心的弟兄在我们中间提倡推动去研究新约，并且研究圣经，去找出他们所说的，他们已经找到的那个主来临的年份。一些接受这些话的弟兄就来找我谈话，他们就尝试这样做，但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就提出这找到一年那个年份，但是那位弟兄就说不是，不准确。在一些在前一些时间，就还在这个世界当中，走一次的公开的特会中，有一位忠心的弟兄，亲爱的弟兄，也在这个聚会中，他相信主是在哪一年会回来。我只是呼吁，我不是命令或者要求，我没有这个命令，我没有这个权柄，我只是呼吁我们不要专注这些事，就让我牺牲自己，我自己举一个例子了，这是做一个比喻。如果譬如说我告诉你我已经研究到了，我这研究这些预言，我研究出来，我就说主会在，譬如说在2047年来临，譬如说是2047年，那这对圣徒有，对圣徒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如果是2047年，那谁能再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你还记得那个标语诗歌？我们就是说，来吧，主耶稣，来吧，主耶稣。那如果27年之后主才来，我们怎么会有这个渴慕呢？这一种的教训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主要到2047年才来，然后你就可以问，到底是秘密的来还是公开的来？好吧，就是秘密的来。那他公开的来就是2050年了。那如果你说他是2047年是公开来到的话，那秘密的来临是2043年。的某一个时刻，然后仇敌可以利用这个人这些教训来分散人的注意力，来霸占人，来夺走人的很多的时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去研究。但据我所知，李弟兄的指示中也没有鼓励我们这样去尝试找出这个年份。但是有很多指示的话，
来帮助我们来预备好。现在在我们讲这些部分之前，我只想指出，主说了三遍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如果我对你说我快要去到斯德哥尔摩，那你会想到弟兄，你可能应该是你在就是月底就会来吧。因为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当我说到我要快来，我马上就要来了，你知道我不会说十八年后才来。如果说我尽快会做这事，也不会说等到明年才做吧。但是主说我必快来，我说 Amen， 主你说你必快来， Amen。 那我们就需要问，你不要把你对时间的感觉带进来。你可能问他，到底你说你要快来是什么意思？两千年已经过去了。我是在这里想，这里举一个例，少明，你他可能会说，我从我的角度，这只是几天而已。这个我必快来这句话是为了唤醒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渴望，他来到来激励我们预备好。但如果一个人说他会在2047年2050年才来到，那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思呢？不就没有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你以为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呢。在圣经的结尾，启示录22:20，他再一次说我必快来，这是主，这是耶稣，他仍在说我必快来。我们将会读这些，我们就会完成这个纲目。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是向着表征恢复教会之腓拉铁腓的教会说的，主张他恢复的教会带进他来临的感觉中，因为他爱他，他们爱他。我们需要对他的来临有感觉。再说一次，如果你再说三四十年后主再来，你将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主希望我们有这种感觉。马上圣殿山可能就会明天跟今天就会被清理了。那下个月那个以色列人就可以与那个欧洲领导人签合约了。那现在我们已经在70:7，我们需要预备好了，就是有这一种的内在的意识羡慕和渴求，容许我在主的这个之下说，我跟我太太一在为着这个有这种渴慕来祷告，主啊，请回来，回来吧！我们在这个世代中还要多久，才求你来转变这个时代，带进国度？我们为此祷告。第二点，在主恢复中的所有教会都应该在主回来的鼓舞下爱主，不仅以一种我们惯常的方式来爱主，而且我们在主的来临的鼓舞下来爱主。第三点，当我们在主在他恢复中为他做见证时，主的回来对我们应该是宝贵的，应该是这是很宝贵。希望在我们许多的家庭中，尤其是在12岁、13岁以上的小孩，他们能够得救受浸。有一些可能早一点，他们是活在一种正常的为人生活的家庭生活的氛围中，履行自己的责任，也在宝贵主的来临的气氛中。父母不需要教导他们，不需要说太多，但是这是一种的气氛，
一八大典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因此这就是按照他的工作得着国度的奖赏。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不寻求任何的奖赏，我们不想被赞美，我们不想受欢迎，我们不想受称赞、赞赏，通通没有。我们不应该将自己与别人来比较，不要，只要照着主分给我们的去做。第一点，我必快来，这是主的一再警告，使我们可以在他回来时可以得着他的奖赏。因此我们要需要考虑主的回来与他对圣徒的奖赏的关系。主，我要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要忠实的完成，使我得着奖赏。因为实在的说，主，我想在国度中和你一起过一千年。第二点，这种奖赏值的工价将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给予每一位圣徒的信徒。第九大点，是的，我必快来。之后约翰说，阿们，主啊，我愿你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是对主说是的，我必快来的回应。同样的，如果我相信主来临是在2047年、2050年、2061年发生，那我必快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解释是，我会在30至40年之内来到。我们怎么能说阿们？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你可以说，啊，非常好，主啊，你会在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启示录的灵，这不是成全我们之执事的灵。我仰望主，这当然也不是这篇信实的灵。主再次的警告我们，他必快来。整本圣经结束于一个渴望，这是主来临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我想再读一遍，整本圣经结束于一个渴望主来临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